耗子珊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竟然今天没有小帮手哎！我们以为小帮手跟你们去玩 SUP 哎！真的假的啦？啊，真的、喔！而且是鬼鬼最爱的，谁？撞的。真的假的啦？啊，人呢？啊，他就跟我们滑完就走了。他就负责那一趴而已啊。对啊。哦，他胸肌蛮壮的。哎呦！那边真的有小帮手吗？ 然后现在他走了，他不要去别的旅游节目算了，来我们这干嘛？我从早上念了20次吧，怎么会没有小帮手？今天就让我们两个帅哥帅的陪你。小帮手，我这边备好圣诞过来，真的没有小帮手吗？你看吧，我就说需要小帮手吧，他去杀了我，真的会杀了那个小帮手哦，而且因为我真的会杀了那个小帮手哦。 啊，我觉得今天应该没有小帮手，因为现在留在这边的机器人找，我其实觉得今天没有小帮手蛮狠的。哦，我还以为小帮手哎，那边真的有小帮手吗？帮手要来了哦。在哪里？小帮手。有有有。哎，就我们刚刚那个小鲜肉。Hello。怎么没有人？对啊，骗你的。哎呀，哈哈哈哈。Hello。Hello。我要加进这个粉里。我要加进这个粉里。嗨，我。 Hello， 哎，我帅哥，小月，你认成功了，成功了，终于来了，年轻人，他已经有生小孩，他也是人，太帅，太帅了，哇哇。 小帮手，没有啦，之前也有帅的啊。你把乱打，乱打放在哪里？华哥放在哪里？对啊，把一堆人放在哪里？怎么一到就开始工作了呢？对啊，你还算是有休息一下下。真的。对。所以我们有时间限制吗？还是可以？有一个只有一个小时。3:30，3:40分要做完。3:40。 现在3:09，3:09，现在3:09，已经3:09了，萝卜，萝卜目前现在还有大概80条左右。哇，他连削萝卜都这么帅，哼，想不到吧？想不到吧？想不到吧？鬼鬼刚用哼嘞，张立东，他刚对你哼，你一下子跨拉姆，真的，真的是，早上我削了一堆萝卜，他也没有说我帅，对，他没有说你帅，而且很明显我们被边缘化。 哎，对耶，我们机器变少了。哼，为什么大家都过去那里？对。